这个是要你看看你用的是哪类的药，就你用的是对你是安全的药，你这个吃一个月你可以不去看大夫都没问题，吃三个月的话也不会有问题。但是你要吃那个降血糖的药，你又刚开始吃的话，你可能两周就必须得看大夫，因为低血糖两周就会来，三天一般不会来，到七天可能就开始有点饿了，到吃饭时候就心慌啊，就哆嗦呀，就什么，到十天就不减药就行了，所以你要吃到七天可能就得减药了，就减一半的药，吃到二十天可能这药就不吃了，就改成别的药了。所以说像吃这类的药的时候要特别的小心，所以那个糖尿病的病人要对你吃的药要有详细的了解，看他到底是干嘛的，是吧，他对你风险有多大，对你带来好处有多，是吧，你必须得考虑这个，然后呢要定期的找医生给你调整药，而且要告诉医生你低血糖没有，你是不是越来越胖了，